主席，今日我嘅發言咧係就有關范國威議員提出係扣減警務處處長半年薪酬呢個項目嘅。我之所以要發言咧，我係想表達咧，我係支持范國威議員呢一個嘅修訂。不過，主席，當我喺表達我點解會支持佢呢個修訂之前咧，其實我好想問一問啊范國威議員嘅，就點解佢咧係只係扣減警務處處長嘅半年嘅年薪，而唔係一年呢？因為我見到他在其他的項目裏面呢，很多時他都是扣減或削減的開支呢，都是以一年來計算的，而很少以半年，當然都有，但是不過就不多的。所以我再想知道為什麼這樣做，不知道是不是呢，我估他啦，就是因為在未來的半年呢，就我們大家知道就會出現一些大型的遊行示威和集會，所以他呢就是以這個半年這個為期去看他。因為這半年裏面呢，就有譬如有六四集會啦，有這個嘅七一嘅遊行集會等等。咁呢就佢係咪唔知係咪想啊處長呢，就係喺呢個時間呢，就係退出嚟，而唔好去參與呢啲嘅嘅一啲負責工作，免得呢呢啲情況裏面呢係搞得更加差，咁樣去扣減佢。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呢，主席，對於佢今次嘅扣減咧，我都覺得係應該嘅。點解咧，主席？其實咧，就因為其實我琴日都講過，其實扣減人工係應該唔好咁樣去做嘅。最主要原因就係、是、其實有關嘅官員或者有關嘅人士咧，其實做得唔好，係應該有機制去罷免佢，或者係令到佢唔能夠再擔任呢個崗位，而係無需要扣減人工。但不過好可惜。在現時我們是很缺乏這些機制，沒有這些制度，所以呢在無奈地我們只能夠透過一個減薪來到表示對他一種 表示 他工作 不滿，而希望他能夠改過這樣。而主席，警務處處長自從他上場以來，他對於遊行集會示威等等的情況裏面，他所採取的行動是可以說比起其他他以前的警務處長來講話，可以說得叫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當然我相信他的目的就是想怎樣呢，想是以此來到恐嚇市民，令到市民呢不要再去搞那麼多遊行示威集會，不要再是這樣呢不斷去表示對政府的施政的不滿。但是不過我想講出，主席，這種這樣的期望是不能夠成功的。因為市民呢就是往往在一個的施政失誤，或者在一些施政呢是脫離民意底下仍然要執行的時候，市民呢無論你怎樣打壓都好，他仍然都會是憤而起來，仍然都會集會，仍然都會示威，仍然都要表示抗議的。所以我就希望他不要這樣以這種的觀念來到去處理遊行示威。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相信主席你都明白的，就是壓迫力越大的話，反抗力就必然越大。所以我奉勸警務處處長呢，就不要再有這個觀念，否則這種觀念的話呢，只是要令到他自己呢是引火自焚，對他來說是全無益處的。主席，話回轉頭啦，點解我會係支持阿范國威議員扣減嘅警務處處長半年嘅薪酬呢？我嘅理由咧就係咁樣嘅，最主要就係針對住警務處處長咧，佢嘅言論佢係唔對自己負責，佢所講嘅嘢裏邊咧係完全係冇負責嘅一個態度，依、這個問題我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剛才范國威議員已經講咗，佢講咗有關我哋警務處處長周偉雄咧，係最令人譁然嘅言論就係、是、個黑影論啦。咁剛才阿范國威議員已經講好詳細個情況啦，咁所以喺度咧，我就唔想再去複述佢嗰個過程。不過，但係我想補充一下，因為我哋處長周偉雄咧，佢除咗講嘅內容係失實之外，最重要嘅就係當呢個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公布了有關黑影論事件中的報告，即綜合報告之後呢，其實這個報告是說了，就是
指警方被指妨礙採訪的指控是成立的，即是說警方做得不對，這已經有了個定論出來。但是竟然間在2012年5月8日我們的處長曾偉雄竟然間對這個報告的回應是這樣說的，主席，他說言論說了就是說了，所謂收回是不切實際的。主席，在我們這個議事廳堂，如果我們 當我們說了一些冒犯議員的一些說話，你就會問我們會不會收回的，而收回的含義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就是這件事件是真的不對的了，我們收回去這樣，即是說呢，我們表示對這件事件是知情，知道它對與錯的意思。但是竟然間我們處長他說講就講咗啦，點會收返呢？點可以收返呢？即係主席，你會唔會容忍呢？如果下一次譬如我哋有一啲冒犯我哋其他議員嘅言論出咗嚟之後，你會唔會咁做叫我哋收返呢？如果我跟阿曾雄處長咁樣講，講咗出嚟啦，收返唔到啦，我唔收返啦，咁你點會處理我哋呢？喺我回歸之前呢，我被處理嘅態度就係俾趕出場，趕離開呢個會議廳。但是我們的曾偉雄處長他公開講返說話出來，有沒有人理他呢？沒有人理他。我講人不是講市民，是講政府，講我們本身自己是他的老闆的政府，有沒有處理到他呢？是完全沒有理到他的，是由得他的。這種態度怎可以呢？怎可以容忍一個的官員他本身自己所處理的 事件原來是即被指控是錯誤了的，竟然他說我說了不收回，即沒錯就沒錯啦，這樣不收回這個說話，那這個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官員來的呢？所以在一點上高，我真的覺得他是不稱職的，他是不應該做這個處長的。俗語所說知恥近乎勇，他根本完全沒有羞恥之心，咁樣我覺得佢真係絕對唔配合做，唔配做一個嘅處長嘅職位。主席，其實除咗呢個黑影論之外呢，仲有另外一件事就係令到市民呢係譁然嘅，就乜嘢呢？就係所謂天方夜談論。呢天方夜談論係乜嘢嚟呢？就事源喺2011年3月6號民間呢就有一個反對財政預算案的遊行，但這個遊行呢就發生了警民衝突，其後呢警方採取了武力來到平息這件事件。而我們曾偉雄處長呢，他事後表示他當時的場面呢是混亂，社會秩序呢是已經變到是破壞，所以呢警方採取了果斷的行動去維持社會秩序，是責無旁貸的。而他都是指出當日的示威呢是有堵塞這個交通啦，咁就癱瘓了交通，所以清場的行動是必要的。但是當時外界批評他的所採取的行動呢是過分武力。而為什麼他外界這樣批評他呢？因為就連一個的男童 在現場呢都被噴這個胡椒噴霧。咁當時呢有一位在場記者就問我哋處長，就係問佢需唔需要作出道歉。咁佢回應乜嘢呢？佢話維護法紀需要道歉，呢個係天方夜談嚟嘅。嗱，主席，當然啦，如果一個嘅維護法紀必須嘅行動嘅話，其實市民大眾點會要去道歉呢？而相反可能真係拍掌稱讚添啦。但問題在於就係、是、你依個行動係乜當㗎嘛，連一個細路仔，連警方係咪都唔能夠可以加以控制而需要用一胡椒噴霧嚟到處理呢？問題係依度㗎嘛。竟然間佢係唔理事實真相，等於剛才所講嘅黑影論咁樣啦，他不理事實真相，盲目去維護一些所謂的大方向，那就是以這些掩蓋了真實
的情況底下面呢，去誤導了市民，而是維護了他自己的錯失。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情況都不斷出現，這樣的一個處長還是否合格呢？還應該做這份工作呢？事實上，主席，這個處長呢，是這麼多任的處長上任以來呢，他的民望是最低的那個來的。為什麼最低呢？就是他所取的所有的一些的政策，他所謂維護社會秩序，是來令人救病的。不單止這樣，還有他的言論，他的言論呢是完全不負責任，亦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講事實。這問題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們很多時候都說，我們社會批評這個批評那個，就說會教壞人家這樣，但是這些東西不是教壞人嗎？事實真相不講，講埋一些虛虛假假的東西出來，有錯的不去認，還要自己呢去堂而皇之說我無需要道歉，我無需要收回，即是不肯去面對一些自己的錯失。這樣的處長，我們可以怎樣面對他呢？很可惜，我們剛才講過，我們沒有機制，我們沒有機制令到他不能夠再繼續做。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裡面呢，我們只能夠就是扣減他薪酬了。咁無奈就係呢啲係無奈嘅做法嚟嘅，主席。咁喺度呢，就雖然我頭先講過啦，我對范國威議員呢，佢今次扣減呢個嘅半年呢，我有啲意見嘅，但係儘管係咁樣都好，我都係會支持佢呢個修訂案嘅。主席，本人謹此陳辭。